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，来到阵前，面对两军将士必有高论，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。国有一言，请诸位静听。昔日桓帝、灵帝之时，汉统衰落，宦官酿祸，国乱岁凶，四方扰攘。黄巾之后，董卓、李傕、郭汜等接踵而起，劫持汉地，残暴生灵。因之，庙堂之上，朽木为棺；殿壁之间，禽兽食戮。以致狼心狗行之辈，汹汹当朝；奴颜婢膝之徒，纷纷秉政。以致是社稷变为丘墟，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！值此国难之际，王司徒又有何作为？这是北京市政府的规定啊，你是隔离人员。王司徒之生平，啊、我素有所知。你世居东海之滨，初举孝廉入仕，理当匡君辅国，安汉兴刘，何须反助逆贼，同谋篡位？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。我就是跑步，实际上啥都可以。诸葛村夫，你敢？住口！无耻老贼，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，安敢在此饶舌？找来。今幸天意不绝严汉，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，我今奉四君之旨，兴师讨贼，以即为铲鱼之臣，只可潜身所守，狗徒一时，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寿？好手匹夫，苍然老贼，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，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？我二臣贼子，你枉活七十有六，一生未立寸功，只会摇唇鼓舌，助曹为虐。一条断脊之犬，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？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！